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人向，我是翟 Sir Carry。今天风和日丽，我们来到烟港要做什么呢？没错，我们就是要挑战一位牛人。钟师傅你好，我知道你是油漆界的资深师傅，我知道你最近买了一台品质很好的气泵，气泵通常也是木工跟油漆师傅用的，为什么你要买这个几千块的气泵呢？因为适合我用啊，我通常用来喷稠涂料和石漆，就要用到皮带泵。喷油用不用它？喷油我就不用它了，因为它气太强了。这个可不可以调呢？可以的，可以调。不过就算你调好了，还是气太强，因为气太强会把喷壶撑爆，对吧？是啊，会膨胀到变形，所以就会用上这台了，对吧？用台比较小的气泵。有人会用这台来喷稠涂料吗？有些人为蒙混过关会用，大不了在喷涂过程中停下来喽。什么叫好看？不如你解释一下。例如你喷出来的点数如果要保持均匀，就一定要用皮带泵了，它会风速均匀，保持它一颗一颗的。何为均匀呢？例如我要拇指这么大一点，我用皮带泵喷出来就每颗都是这么大，如果不是皮带泵喷出来就一点大一点小。是的，有可能不合格，因为它不够气就不合格了。我自己试过用小型泵去喷，当喷到气不够的时候泵就停了，有气的时候突然间喷出来又要把油漆铲掉重做。是啊，浪费功夫啊，浪费功夫后果很严重，所以你就选了这台气泵。好重啊，就像老牛一样重。我跟你说真的很重啊，所以用处大家都知道，但有什么缺点呢？缺点当然是重了，搬起来特别辛苦，这不用多说。第二呢，吵，一开机的时候就非常讨厌，每个人都鸡飞狗跳似的。还有呢，就是它会震，楼下可能会打电话让你关机，震的时候还可能会倒下。所以今天就带了几台新科技，就是名为变频式的气泵，来挑战我们的钟师傅。首先最小这台，你看轻到我单手就拿了起来，就等同于另外一台。另外要喷稠涂料的话，我前面这两台就已经可以做得到了，喷出来的点很漂亮，可以喷24小时也不会停，到底可不可以呢？你觉得有没有这么厉害啊，翟 Sir？ 那就试一下吧。好啊。
现在就要试一下这台 DC770， 到底这么小台可不可以打水泥钉和连续打水泥钉呢？你看，我连续打水泥钉，没有断隙，每一下也进去了，而不进去的是我自己松手，基本上每打一下都会打进去。这么小台就可以打水泥钉，是很厉害的了。钟师傅，今天麻烦你了。做完测试，你觉得这几台机器怎么样？轻啊，劲啊，马力够大。以前的旧机真是好吵好重。以前的旧机要两人一台一台，现在新机我可以一人抬两台，就是无形中省下了时间和人力，没那么辛苦了，就不会有那么辛苦了。你会不会考虑新机呢？我会买新机啊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户外测试就到此为止，接下来我会回到工作室继续做其他测试给大家看。接下来这个测试就非常重要了，我会长时间开着这两台气泵，接上这两支喷尘枪，长时间开机的时候会对它有什么影响？我们马上做测试。终于回到了我们的兵器库，做了整天的测试，无非都是想介绍好东西给大家，而铁城这个品牌这次没有令我失望，反而还有一些惊喜。想象一下，一个能带动水泥钉枪的气泵，可以将气泵、喉管、枪一起放入背包就可以带走。这个小小的泵可以用来喷油漆，而身后这两个可以用来喷石头漆、喷稠涂料，以120 PSI 输出是不容易的，所以我很自豪。这个品牌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研发，大家最关心的是这个品牌会不会在淘宝上找得到呢？绝对是有的，不过香港竟然比淘宝卖的便宜，还有维修保养，所以这个代理是值得嘉许。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可以自己研究一下。希望我们这集达人向有帮到大家，有兴趣的话，请多看我们达人向，订阅我们，并且点个赞。今天趁强哥在这里，我访问他用气泵的心得。强哥，当你使用气泵的时候，会选择什么气泵呢？谁便宜就买谁咯。多少钱一匹鸡的话？500-600港币。这个价钱能买到一匹的吗？他说一匹我就信他咯。使用的时候会有什么问题呢？启动气泵时平常能达到90磅，打了几枪之后气泵动力就不够了，就会有些钉不能完全打进去，然后就只有取回那些钉重新再来一次咯。趁吃饭的时候与几位电灯师傅聊聊天，原来他们也会用气泵，究竟什么时候会用到呢？处理喉管时穿线前，有些时候一些旧喉啊塑料喉会被塞住，用气泵清理砂石，或者喉管有灌爆水的情况会用气泵吹出来，那时会比较常用，因为用口吹是不行的，坏处就是风喉延伸与其他电线卷成一团，要解开时就会很麻烦，很不方便，整天发出噪音，常常还有被骂，太占位置，噪音又大，太多喉管卷成一团，成为障碍，很麻烦。总归是必用的工具，别无选择。这几年锂电工具帮了我们很多，但始终气泵对很多工种都是不可或缺的，例如外墙，例如有挥发性气体的地方，油站啦、车房啊等等。在香港装修呢，最大的问题就是运输，因为我们没有车， A 点要去 B 点的话估计需要100-200港币，这只是一乘车的价钱。运气不好的话，钉枪在北角，气泵在元朗，还要买钉，又或是钉枪又坏了，那要一个师傅还是两个师傅才行呢？常被问及为何装修这么贵，因为那些杂费根本是预计不到的。大家是否试过搬气泵的时候心太急扭了腰？是否试过搬气泵压了腿？真的很痛，绝对是经验之谈。就像我这次这样，我的摩托车坏了，但是我要拿气泵去修理，以前叫车去别无他选，现在不同了，
可以很轻松地搬运气泵了，想去买什么就去，想去修什么就去。市面上一个一匹气泵都是500-600港币，但真的有一匹吗？还有发现钉不能完全打进去，还要等它回气，浪费时间，还要重来一次的时候就会弄花整个物件，油漆师傅就真的托你鸿福了。如果这个工具真的能够帮到忙，它会改变业界的习惯。正所谓，大家要挣钱，工具要给力。